韓國節目 TMI News 早排就邀請咗健身教練選出六大公認身材最好嘅男藝人，27歲男星宋江排第六，擁有身高155cm， 熱愛熱身，操出太平洋肩膊，屬於標準嘅模特兒身形。第五位係柳妍石，因為要拍劇集《回答吧1994》，飾演棒球手一角，需要接受訓練，之後開始埋健身嘅生涯。喺《機智醫生生活2》入面，半裸素肌亮相，佢仲因為呢一幕要挨餓啊！第四位係有唔少媽咪級 fans 嘅歌手張文浩。第三位就是人见人爱的朴最俊了，他几乎每个剧集都有素肌的情节。第二位是 2PM 前队长 J-Park， 这位健身爱好者非常注重自己的身影线条，曾经说过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胸肌，连作曲都不忘加入身材相关的歌词。第一位就是利泰原 Class 男星安普贤啦，原来他入行前是拳击选手来的，怪不得操得咁大只啦。